姐姐。哎，你好。还有什么菜吗？要肉菜吗？啊，肉菜。还有一颗猪心。还有一颗是猪心还是爱我的心？猪心。哦，没有肝了是吗？没有了。你有心，我有肝，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。来个心肝小宝贝儿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小宝贝儿。那我给你炒一个心肝小宝贝儿，炒一个心肝吧。心肝小宝贝儿，山东得多买点豆芽。恭喜收款，多买点豆芽。是吗？下次我多买点哈。小姐姐，老漂亮了，真有点是一见倾人城，再见倾人国。这切的是新的尖尖吗？新尖。新尖尖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封上油了。好好涮一涮。经常涨潮吗？还行。连干连不干的干多少年了？两三年。两三年。嗯。我以为从小就做饭，干了二十多年了。平时在家做一点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加上从小做饭也有二十来年了。啊，是。那几岁开始做饭的？那这样算。从几岁啊？四五岁就开始了吗？四五岁，今年九几的？九八的。九八的。来吧，来吧。相约九八。相约九八。九八年的小姐姐，很漂亮啊、哦。快炒了哈，没有葱花了，不放葱花了哈。开始了。它那个是啥油啊？花生油。花生油，加入成花生油。能吃辣椒吗？少来一点，能吃辣，能当家。好。蚝油。加入蚝油。味达美。味达美。再加入醋，我今天好方便啊，你可以。98年的小姐姐。哎呦，98年的小姐姐，这有对象了吗？有对象。是我吗？不是、啊。我的心肝小宝贝碎了一地。他说他有对象了，竟然不是我。我先哭晕了。都在锅里了。你看小宝贝都在锅里了，都睡锅里了。嗯。那大金镯这是对象买的不？是的。别想了，大金镯都在上了，也套上了。跟我跑吧，我给你买一个比他粗一倍的。那不行。比他粗一倍的都不给我跑。行。老铁们，为啥好媳妇都是别人家的，我咋就遇不到呢？好了，快出锅了啊。快出锅了是吧？巴拉巴拉。出锅。心肝小宝贝儿，哎，我本来以为他有心，我有肝，我是他生命里的四分之三，哎，破灭了，老铁们。啊，这是什么菜？心肝小宝贝。哎呀，一声心肝小宝贝，我把我这个心给叫的又酥又麻的。慢慢吃哈。要小命了，我走了哈。来尝尝这个小姐姐给我炒的这个心肝小宝贝儿。
味道可以哦。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。哎，他要是没对象该多好呀！伤心。好不容易以为春天要来了，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